我们都能追击一下，但是打，但是对面交闪了呀，对面交闪了呀，我过去救他，对面才能交出没开交两个闪，人全在后面，我不去救他，对面不交闪，所以我感觉很有问题，知道吧？哇，好可怜！其实到后面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后面都是到后面装备都差不了多少。哦，我要点民族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就在这里，谁敢挑战？我只感觉到快乐，其实并不轻松。我要是没空大怎么办？来，你别走。我要是没空大怎么办？为了这份力量。我早已付出了一切，一点眼睛不长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一点眼睛不长，你别走。你是一点眼睛不长，我操。驾驭一恶，愚者尽诛。欠骂这种弹幕，流水长道是我的，也束缚着恶魔。这种情况打五个还是有用的，打五个还是有用的。笑的背后是巨大的力量，小心！人过就要留名。有什么说法？民族，民族很厉害。民族除了自己自身，但愿这些战斗都能有人书写。就这种组合，我们把对面压烂。硬斧是由硬斧来掌握局势的，软斧。老子他妈下路没打出优势，直接喷，好吧。
近朱缠绕着我们，也束缚着恶人。Yeah.